已经吃完了，你看 ，Birthday 它在这里。这个是个谜，他要去洗澡，说不可以。我是他妈妈，跟 Bray 是大姐姐，他是大人了。跟我是大姐姐，要教他们。他洗干偷看，偷拿偷看拿，弄得我就把他我是他。你们两个去他那 ，please。他不听话，给我要教他，就求我了好久，给我快要昏倒了。这样我好生气，说：“你怎么个，你怎么个生气我们呢？”给我，我说：“啊，你是吓一跳，不是他不乖，他吓一跳。”说：“这边有一个鸽子在这里，可以喂我，它生气了。我说啊，是吓一跳，我在玩 pretend joke。” 哈哈哈哈。